这豆腐是多少？豆腐2斤的。这青椒多少？青椒1斤。香菜100克。菜丁上。榨菜丁是多少？榨菜100克。鸡精20克。盐10克。胡椒粉8克。烧烤料20克。蚝油30克。香油40克。辣椒油60克。料油多少？80克。料油80克。哎，乐老师，他这个馅儿是不是现包现拌？有素菜的现包现拌，没素菜的肉馅混合的直接拌好就行了。哦，素的是素的最好现用现拌啊，现用现拌啊。对，哦，他把菜腌坏了。哦。这个碗就是用的，这是海鲜。行了，咱看看吧，这素馅是不是不好包？素馅绝对好包。素馅好包也好包，但最好包是肉馅好包。肉馅会包，肉馅好包。素馅不好包啊？对，不好装进馅儿去，它蓬松。再把它弄实它啊。哦。把它按一按，好。弄实它，多摔它。哎。看。这师傅就不一样。再下弄实它啊，一下下大拇指立起来，再下兜起来。你看这包子多漂亮！这醒发多长时间？醒发10分钟。哦，这已经醒发好了。啊，没有，在那里在蒸箱里醒发10分钟。哦，在蒸箱在还在醒发啊？哦。看，包子熟了啊。多漂亮，白白嫩嫩，看都软乎，是吗？是。哦，麻辣豆腐包啊，哎，看着不错啊，尝尝，好吃吗？怎么样？挺好吃，辣辣乎乎的。嗯。